这两天身子有点虚啊，来两根海参补一补，蘸上辣油。来个大号奥包肉，我一边说话口水一边往外流啊，必须是爆辣款的啊，这一个春节待在家里面可把我馋坏了，上辣辣椒面。过瘾。来个大鸡排，开开开！哇，有没有食欲？整点辣椒面啊！我口水已经飞流直下三千尺。过瘾。苦胆一定要去掉，吃海螺。这是肝脏，哇，太大了，这摘掉。这一个蛋3斤多，朋友们猜一下这是啥蛋？从来没吃过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蛋，开一下看看啊。哦，我去，哦，怎么了？哦，原来没有鸡宝宝，果然是蛋。哇，你不知道熟没熟啊？扒开看看里面啥样的。这么大的蛋该怎么吃啊？朋友们，这是啥蛋？这啥蛋？这是鸵鸟蛋下的好吃的蛋、哦，不是恐龙蛋吗？是鸵鸟蛋。来爆个头，必须是麻辣味道的啊！上料。觉得有食欲的话，一定要勾个双击啊！嗯。皮太结实了，一口差点没咬动。不好意思啊。